是两个人猜来猜去，可能爱到深处有些不可理喻。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得彻底，以为还是相信彼此的约定。冷静冷静，不要胡言乱语，再多一句也许真的无法再继续。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离不开你，给个理由，找个不分开的回忆。怎能忘记过去的？